全力劝退学生林科宝五加一，坏了坏了。如果我是一个学生，你还会帮我圆梦吗？还记得那天我在和你聊天，马上要上课了，却被你察觉到了端倪。你问我是不是学生，很多时候答案真的不重要，所以我只能顾左右而言他。我手机没电了啊，特别鸡贼，就因为他我知道他是学生，我肯定就劝退的吧，我肯定就不理他的吧。让我想起上次数学考试求双曲线的离心率，最后得到的却是我自己的离心率。老师教导我，运气是成功的重要组成部分，三短一长选最长，遇事不决就选 B。 虽然我是林克宝，运气还不错，毕竟我爱笑。魏国曹操，蜀国刘备、赵云，吴国太史慈、权儿，群雄直接来一对妖星。二赛季林克三皇，但他表现出来的不是吃惊，却是生气。我就是喜欢他这样骂我，不是老大哥的那种喜欢。我特意留了一个五加一，让他帮我圆梦，他却说是帮我劝退。好不好，就老朋友许褚，让他退坑，学生就不要玩三战，好不好，收到没有？哔哔哔。我眼眶竟然有点湿润了，仿佛看到他头盔下的强颜欢笑和共振结束后的空虚。哎，哎呦，张辽啊，天哪，那完蛋了，张辽完蛋了，完蛋了，张辽完蛋了，完蛋了，好起来了。我操，于禁坏起来了，兄弟们，坏起来了，坏起来了，坏起来了，你退坑退不了了。他的失望之情溢于言表，但对我来说，这就是我要的离心率啊。